大片多了，张窗啊，刘能啊，跟着水大片多啊，嗯，所以病很多很多病，有些个医生没办法，有些害的病医生没办法治疗。那如果像我伤风感冒流鼻涕这个好治，你不治过了七八天他也好了。有些个病不是，这些病都好治。心呢，我们一般的病是外头的地水火风，但是我们的心病可就不容易了。心病患将心来医，这都需要我们学佛的人啊。你看你所患的病是什么病啊，就用什么药来医。这以上从一到一百六十，就是你现在今生所遇到的现实生活。是地藏王菩萨在你现实生活中给你的启示，你说的这个告诉你这一百六十种，做你生活所有的起心动念乃至身体所受的，从一到一百六，这是现在。那么要知道过去的果报，过去的业，嗯，从一百六十一开始，我今生受的，前生做的，我们看看那现在的人，你就知道他是从哪一道来的，嗯，一百六十一呢，是从第一道来的。一百六十二是从畜生道来的，一百六十三是从恶鬼道来的。咱怎么认得到他是从恶鬼道来的？怎么能认识到他从人道来的？从人道来的很少啊，这三个数字啊，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叫三恶道。嗯，从三恶道来的，嗯，那一百六十四从恶修道来的，一百六十五从人道来的，一百六十六从天道来的，嗯，从人道从天道，这是从善道来的啊，从善道来的，嗯，那个人的人性啊。你看从天道来的，从人道来的，他的性格善良得很，极不粗暴，非常难行。对对，要我如果是一百六十七，那从在家道来的，一百六十八从出家道来的。人呢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的习气。习气是什么？就是在身口意之外的有种习气。你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各有各的习气，这是追查他的习气。对对，你看这一个人非常善良，从来他很少发脾气，只会发脾气听人家劝，人说就制止他了，他就很好了啊。有些人随便你怎么劝，你不劝还好一点，越劝他越来劲儿啊，就和重长他一样的。因为我们自己分别不出来，说地藏菩萨说这些个就要我们去分别，因为你这些要用转察轮的时候，你要考虑考虑。我们看人的时候，你一看，你学过观察经，一看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从哪到来的。我们这个道友当中，不分天道就是人道来的，
地狱到来的他不会信佛的，对，畜生到来的愚蠢无知粗暴，他也干什么你劝他都不听，你可以看呢，对人的个性一看就知道哪到来的，不要去详细分析，你可不能跟人说啊，哼，你是地狱到来的，他不跟你打架才怪，你观察可不让你去说，观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？你要帮助他吗？你要行菩萨道吗？你要度众生吗？度众生你连众生都不了解，你怎么度他呀？你对每一个人要了解他的个性，以后你说他才能信你的。你看呢，从天道来从人道来的啊，绝对不同。嗯，你观察人吧啊。说有些人是出家，说生好多生他都是出家的，他那习惯呢你一看就晓得啊，你看他那个习惯不同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出家。或有些人第六十九他是供养佛来的，供养三宝来的，正供养先生生来的，从闻甚深法而来的。嗯，这个都不要解释，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，知道。但是认识可不容易了，但是你得有因缘，没因缘呢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你看哪一类人他的朋友都是哪些人，那人的朋友都是哪些人，不同的了，这叫方与类聚物以群分呢、啊。他哪一类的，他哪情感情相近，他交的朋友都是那一类的。对，因为大家很难得接见那些个抢人的强盗啊，像那个恶棍，我在拉斯在西藏的时候到那个乡间接触很多人，或者康区少数民族地区，他那个那种性情啊，真正确实不是人，不是人。咱们经常说人没得人性，这肯定他是出生到来的，说恶鬼到来的，见着吃饮食你看嘛，不像人正常吃饮食，他那吃饮食，哎，可能大家没见到，有些很多事情啊，从现象认识本质，你看他现行他的一些行动，就知道他的本质。等你占察经学久了，你占察轮学好了，有时候你要占察，有时候长了你不要占察。你拜地藏禅拜久了，拜占察禅拜久了，一看你心里就明白，不沾就知道。对，有些人现在所做的事儿，你就断定他死了到哪儿去。那你要打打占察轮卦，那就告诉你了。嗯，172，舍身入地狱。有些人做的不是人事啊，全是下地狱的事儿，你说他死了不下地狱到哪儿去啊？对，最近看报纸上，一个美国人，小孩子嘛，17岁，把他们全家父母、祖父母杀了11口，都不在一个地方住啊，他再杀完了，开车到那儿去。